回想五六十年代的香港，循环中几段尘缘，五个不同背景的女子，性格各异，成就五个动人故事，轮流转。我不会再理你了。如果你是不想理我的，你就不会掂行掂过。他没事叻，最叻就无权论述。例如我对你真，对其他女人都是假的。我哪有虾过你？我说你就是成日被人虾。我放了两张南巴大战的飞机，我会打电话通知你一起看。司机和大小姐身份悬殊，阻止不到深深伤人。文姨，我来了。怎么也好，你不要走啊。我只挂自己的女儿不生性咋。你还想有大把日子是不是？你这样说就是我们以后没有机会了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惺惺相惜。我赢了。你看看你似了个八婆仔那样。穷家女参选公展小姐博出头，期望一朝洗脱赤贫，改变命运。你想我老母死啫嘛？去读屎片啦！点解你越嚟越市侩嘅啫？我点可以同你啲大学生比啊？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啫噃。话晒大家都系朋友啊！我先同你结婚。点解唔注册啫 ？Emily 仲好挂住叶小姐。我知道你好嬲我，我会生生正正做人噶啦。我唔想就咁做主犯错，我唔可以做代替品。我永远都不可以代替解民意。千秋万事循环，轮流转。VCD 已经有售。